课。对，安徽的。是的，是安徽的，怎么了？那你想干嘛？行，应该会吧。也许可能有一天会遇见。安徽不大，想遇见肯定能遇见。欢迎小哥哥，喜欢可以点点关注啊。哥来干嘛？好，欢迎。谢关注，欢迎小哥哥，喜欢可以点点关注啊。可以啊。
你想干嘛干嘛，我也管不着。谢谢关注。提要求要走礼物的，谢谢关注哦。可以啊，谢谢关注，随便你干嘛都行，反正我也管不了你。什么？你提要求你要走礼物啊，你先走礼物再提要求，要不然你就别提。